你应该想不到，这个长得像珊瑚一样的东西，几乎跟你的每顿饭都有关系，属于日日用而不知的选手。它就是产自罗布泊的钾盐。这个卤水的含盐量是海水的10倍以上。为什么说跟你的每顿饭都有关系呢？因为大多数的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都需要钾肥，而在罗布泊的钾矿没有被探明之前，我国有70%的钾盐都需要进口。那个时候基本没有议价权，别人说多钱一吨就多钱一吨。而我国又是钾盐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之一，在上世纪的70年代，每年全世界钾肥产量的1/4被中国买走。但是在罗布泊的钾盐被发现之后，国家在无人区里建立了罗钾厂区，大大的缓解了青海盐田的压力，保证了我们的粮食安全。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电影《生死罗布泊》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卤水沉积完了之后，大概会有感觉有80厘米深的岩层，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挖出来送到那边的工厂里加工出硫酸钾。这个表层就是风吹的沙土，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扒开之后，你看下面就是盐。所以说现在的罗布泊既是生命的禁区，又是生命的摇篮。在地球之耳上面的这一片蓝色，就是你长这么胖的源头。